修华严奥旨，望尽梵言观。 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啊，今天这个课程呐、啊，啊，来学习家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 卢江啊，讲的修华严奥旨，望尽华言观啊，我们来学习互讲。那么首先啊，这个讲记前面有一段话。 华严经教导我们认识自己，教导我们如何将现前的生活转变成活菩萨的生活，真正能过幸福美满的一生。啊，这个一段话，加师敬老和尚啊。 他刚接触佛法啊，那也就是说，在接触佛法之前呐、啊，先跟台大哲学教授方东美先生啊学哲学。 那么，方教授啊，啊，非常器重我们敬老和尚，啊，因为我们敬老啊，他这种真正好学、至诚恭敬的态度，那么感动了方教授啊，特别在他家里的客厅啊，给他开了。 一个哲学的课程，啊，在他家客厅啊，小圆桌上，单独给他上课，上两个小时，啊，每一个星期天，这个上午啊，跟他上两个小时。那么这个哲学课呢，从 啊，西方的哲学开始讲到东方的哲学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它分东西方了、啊。那么在讲到中国的哲学啊，最后一个单元呢，讲到佛经哲学。 那么在佛经里面呢、啊，特别啊推崇《华严经》啊，所以给我们敬老和尚啊讲了《华严》哲学啊。过去我记得啊，早年在台北九美华藏佛教图书馆。 师傅上的人呐，哎，也曾经送给我两本上下册啊。这个方东梅教授讲的啊，华严哲学。那么方教授呢，他是学者，那他为什么？ 推崇这个华严哲学呢？原来他也是没有接触到佛法根据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讲过啊，啊，在抗战时期呀，啊，有一段时间呢，他身体不好啊，到了这个四川峨眉山呐、啊，山上啊，那个寺院呐。 啊，大家如果去过峨眉山呐、啊，啊，应该都会上去过。现在变成观光旅游点了、啊。啊，峨眉山呢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寺院里面呢、啊，那么有《华严经》。那么早期在大陆啊，啊，那个山上啊也没报纸。 啊，没报纸看，在山上养病啊，没报纸看。那他当然啊，更没有现代我们这些什么哦、嗯，电视啦、网络啦啊、手机那这个那个时代是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啊，报章杂志山上都没有啊，所以他有时间呢，哎，看到这个这个。 书柜啊，有《华严经》啊，啊，他就把它拿来看看，啊，结果越看啊，越入味啊，啊，他说这个《华严》呐，那实在是太完美了，啊，不但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在生活上表演给我们看。 那么《华严经》啊，啊，就是多元文化的一个思想了。那么他是从这个哲学的角度啊来看这个《华严经》啊，所以写了这个《华严哲学》啊，《佛经哲学》。那么当初我们敬老和尚啊，年轻的时候啊，学校老师上课啊，啊，都教学生啊。 都给学生讲啊，佛教是迷信了、啊。那当然啊，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佛教既然是迷信，那信它干什么呢？没有意义嘛。啊，所以也就没有意愿呐、啊，想去接触了，没有这个意愿。啊，而且呢。 还排斥啊？那觉得呢，宗教是迷信啊！但是同样是迷信呐、啊啊，还有高级的宗教、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是什么呢？一神教啊，它只成了一个神，一个上帝啊，那个是高级宗教。那低级宗教呢？啊，就是泛神教。 啊，拜的神很多，很杂，啊，那是低级宗教，啊，所以当初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敬老和尚他也是这个看法。那佛教不但是宗教，而且还是低级宗教。你看到庙里面看呢、啊，哦，拜了那么多神呐、啊嗯，那不是低级宗教是什么呢？啊，但是到台湾来啊。 跟方教授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年方教授给他讲华严哲学、佛经哲学，他听了很惊讶啦。啊，他说这个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啊，而且是低级宗教，那怎么会有哲学呢？啊，当时啊，方教授就跟他讲了啊，他说你还年轻，你不懂啊。 这个佛教啊，哲学呢是全世界啊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么我们师傅上人呐啊，被方教授这个两句话呢打动了心呐、啊。哦。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呃、哦，没有比这个更高了。那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他当然要学啦。啊，过去对佛教不认识啊，啊，所以方教授。 慢慢给他说明，给他开导，啊，他才知道原来啊，自己原来认为的佛教啊，它本来面目不是一般人心目当中的宗教迷信，啊，低级宗教不是的，那、啊、完全误会了，把佛教呢曲解了，错解了，啊，所以。 透过这个方教授的指导啊，他才开始到寺院去借佛经来看，啊，不然还没有遇到方教授之前呢、啊，他是不接触的，啊，这个也是方教授接引他入佛门的一个因缘，啊，这是家世敬老和尚啊，他学佛的因缘，啊，他不是直接来接触佛教佛法。 啊，而是他是想学哲学，啊，拜方东美先生为师，啊，那方教授啊，给他讲佛经哲学，啊，才打动他的心，啊，他才有意愿呐、啊，来接触佛教，啊，过去是排斥的。 所以方教授接引家师敬老啊入佛门啊，他是这个因缘入佛门。那每一个人呐、啊，入佛的因缘都不一样啊，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我们的敬老和尚呢，他是算是知识分子啊，如果没有方教授给他介绍，恐怕一般人介绍他学佛讲的再好。 他也不会接受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他讲过啊，他说啊，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说这两句话啊，如果不是透过方教授跟他讲，他说其他的人跟他讲，他也不会接受，他也听不进去。 啊，那这个道理在哪里呢？在一个缘分。那什么叫缘分呢？他对方教授很仰慕啊，很崇拜啊，对他很恭敬啊，所以他讲的话他听进去啊。啊，如果对方教授没有缘，对他不恭敬，那他讲的他也无动于衷啊。啊，所以这这个是我们敬老啊，跟方教授。 的一个因缘啊，后来呢，才真正去深入佛法啊。后来又依照张家大师给他奠定学佛三年的基础，再到台中联社跟李炳南老居士学讲经经教十年啊，那成为了这个我们当代啊。 讲经说法的大法师了、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学佛了，这个经典里面呢，啊，因为一开始学佛，他接触的就是方教授啊，给他介绍这个佛经哲学、华严哲学啊，当然他对这个《华严经》就特别有兴趣了啊,啊，所以过去呀、啊。 早年呐、啊，还没有华藏佛教图书馆的时候啊，啊那个时候悟道也就是听经了，啊记得啊，他老人家很早就讲华严经了，啊从没有华藏图书馆讲到有华藏图书馆，啊是讲了十七年。 啊，讲了十七年，啊，但是十七年呢、啊，《华眼经》还是没讲完。台湾台南波罗金色的开心法师韩馆长都提醒我们，敬老和尚啊，要讲《华眼经》，要讲这个大经啊。他说：“你再不讲啊，以后恐怕没人讲了。” 啊，后来到新加坡李慕岩又提请，啊，所以三个人提请讲法言，啊，后来呢，隔了很多年呐、啊，到新加坡再开始讲法言。啊，那么一直讲到零八年，我们敬老和尚回到他家乡安徽庐江，实际禅寺还继续在讲法言。啊，那讲到八十五岁啊。 啊，他还没讲完，啊，他讲了到四分之一，啊，他讲的很细，啊，他想到呢，年纪大了，啊、这个，这个这个了生死没把握，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放下《华严经》了，专讲《无量寿经》这个。 磕住了啊，《大经解》啊，黄念老的注解啊，这是把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啊，那么他跟华严经的一个因缘啊,啊，在我们学习之前啊，先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呢，啊，《华严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认识自己啊。我们现在认识自己吗？不认识啊。那什么叫认识自己呢？禅宗讲的、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如果我们。 都认识自己了，那么在佛教禅宗讲啊，就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他成佛什么意思呢？啊，现代人把那个成佛想象的好像一个神一样的啊，完全搞错了。佛就是我们的自信本心了。 啊，你真正明白认识自己的本性，啊，明白自己的真心，那就叫佛了，啊，彻底觉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华严经啊，以及所有大圣经典，都是教我们认识自己，啊，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环境。 教我们认识自己，以及认识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的事实真相，就教这个。那教导我们如何将现前的生活转变成活菩萨的生活。那活菩萨的生活跟我们凡夫的生活怎么不一样呢？活菩萨的生活得到大自在、大解脱，啊，幸福圆满。 那我们凡夫呢？啊，我们生活是什么呢？烦恼啊，痛苦啊，灾难呐、啊。然、啊、后这个烦恼、痛苦、灾难怎么来的？迷啊，从迷来的啊，苦是从迷来的、啊、快乐是从悟来的、啊，觉悟了就就解脱了嘛。 啊，那么这个是《华严经》教我们的啊，我们学的这个《华严》，啊，那么真正入了《华严》这个境界了啊，真正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生活环境了，那我们就能过一个最就近、最圆满的幸福人生了。 那么自古以来，每个人都想入华严境界，怎样才能去入啊？那这个是呃大家所关心的一个课题了。是啊，华严这么圆满，这么殊胜，这么美好，那我我怎么样能够入进去呢？啊，那没有学的人他不知道，那学的人哎，知道这个啊，太殊胜了。 但是现在怎么怎么录进去啊？怎么去录啊？啊，这是我们当前呐、啊、最关键的一个课题。华严宗三祖贤首国师著述《修华严奥旨望尽华严观》，将深广无际的教义，年初修行切要的精髓，是华严经修学的纲领。 也是华严宗祖师修行正果的方法啊！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祖师大德啊，给他分宗分派啊，大圣八个宗啊，那华严宗又叫贤首宗啊，这是专攻华严经的，依照华严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的。 啊、那么这个一宗啊，就叫华严宗了，啊，主修的经典经论就是以《华严经》为主。那么华严宗的三祖贤首国师啊，那么他有著述啊，啊，修华严，奥旨望尽华言观。 啊，那个《华严经》太大了，那真的是啊，这个这个非常浩瀚了啊,啊，像大海洋一样啊。我们一般讲《华严教海》啊，啊，像浩瀚大海一样，《华严经》。那我们从哪里进去啊？ 啊，所以选手国师很慈悲啊，那么将这个深广无际的教义啊，把那个重点连出来啊，就是说连出那个修行切要的精髓啊，我们现在讲精华了啊，那么这是华严经啊，修行的纲领啊，也是华严宗啊，历代祖师啊，他们修行正果的。 方法，那么修啊，这个字是真干啊，修要真修了啊，那不能干假的啊，干假的就没有用了。华严奥旨啊，就是奥妙的宗旨。妄啊，它归纳为三大类：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是妄。 忘尽啊，这忘没有了啊，这忘尽了。那忘是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是言《华严经》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在其他大圣经典里面看到啊，这、就是讲烦恼，最最出众的烦恼，见思烦恼，又称为见思佛。 那么、哦、再来就是尘沙或尘沙烦恼。啊，最根本的就是无名或无名烦恼。无名就是妄想，分别就是尘沙，执着就是见思。那么这一篇论文呢、啊，教我们如何将妄想、分别、执着断尽。 啊，你把妄想分别之着断尽，那就还莲了嘛。啊，现在还莲呐、啊，这个字现在也蛮流行的。啊，还到你原来的，啊，还还到你本来的，啊，源头是真如本性。那还莲呢、啊，就。 是回归自性的啊，回归真如本性的。那回归真如本性就叫圆满成佛啊。所以，我们这个圆满成佛啊，不要想象哇，在寺院呢，佛像一样坐在那边给人家拜啊，给人家供供供水果啊，那个那个想象完全是错了啊。啊，那寺院供的佛菩萨像，一切供给都是表法的意思的。 啊，都是教学艺术化了。那你把它当做神在拜啊，那完全搞错了。佛教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是教我们回归自信的啦。啊，你回归自信，这是明心见性了、啊，见性你就是成佛了。啊，所以人人都有佛性，人人。 都能成佛啊！圆证无上菩提啊！所以佛教它是教也不是宗教那这一点我们首先认识清楚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我们前面这个前言呐，啊,啊，我也补充了这些话。 下面我们就进入啊论文了啊，正式论文，我们正式的来解释啊这一篇论文啊。那这个论文啊，我们现代人听了就不陌生了啊。你看呐、啊，现在你念大学要考博士啊，要写论文啊。 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论文啊，论文这个在这个华严啊，修华严奥旨望尽华言观啊，第一页啊，第一页啊，从啊，这个这个。 第三堂啊，这个文开始啊，那这个我们华藏啊有印这个小小册子啊，望尽还连冠啊啊，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啊啊，可以我们跟这个我们华藏净中弘化网啊啊这个申请法宝啊那边来申请啊，有需要的啊，那这个。 我们后面也都会有打上这个字幕啊，会打上字幕啊，方便呢、啊、我们同修啊来看啊来听啊。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啊，这个一段呢、啊，我先将这个文念一遍啊。夫满教难施，窥一城而顿现，圆中叵测。 读仙毫以其章，满教是指《华严经》，满是圆满啊，《华严经》是大圆满，是佛法的根本教义，一切法都是从《华严经》流出来的。啊，华啊《华严经》啊啊，过去古大德也讲啊。 一切经都是华严经的眷属这个华严经啊，好像这个一棵大树的根本啊，那个大树长出来，哦，那很多很多这个枝干啦、啊、树叶啦、啊、花果啦，啊，那个都是。 这个树根的建设啊，都从这个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它是根本教育啊，所以一切法都从《华严经》流露出来。南师教育太深广，不可思为议论。 这部经典呢，大讲到法界，现在讲的宏观世界；小小讲到微尘，现在讲的基本粒子，没有一法不在《华严经》之中。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说明啊，“南师这两个字，“南师就是教义啊，太深广。 不可思议啊，就是你不可以用思维想象去想，我们的常识啊，一般讲逻辑，你逻辑不到；意就是口当中的议论啊，你也说不上来，无法说得出来啊，这个就成为难思了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四个字。 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啊。那么这部经典呢，大呢讲到整个法界啊，现在科学家讲宏观世界啊，整个宇宙啊，宏观世界、啊。那么小呢，讲到微尘啊，现在讲到基本的粒子。 那么没有一法呢，不在华严经之中，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都在华严里面，窥一尘而顿现，啊，看到一粒微尘，啊，那微尘是非常小，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啊，恐怕现在要用几百倍的这个这个放大镜去看呐、啊，才看得到啊。 那么，那么小的一个微尘啊，它就顿现宇宙，因为那个小的微尘当中啊，它就现出整个宇宙，啊，顿现，啊，顿就是当中没有一个过程、一个次第的了，啊，一下就出现了，啊，例如电影的幻灯片。 那那个幻灯片大家都看过，你电流一按，它画面啊，它不是慢慢慢慢出现的，不是啊，一一下子全部都现出来，这个叫顿现啊，没有先后次第，全部显现出来，圆中叵测啊，那华严经的圆满宗旨啊，也没有办法以我们的常识。 知见去测度啊，我们一般的尝试啊，无法理解啊，无法去推测、去度量啊。放下的人、觉悟的人，睹仙桃与奇章，从一毛孔中看到变法界、虚空界，那什么人？ 能入这个境界呢？放下的人，放下什么？前面讲了，妄想、分别走、执着，全部放下了。啊，放下就叫觉悟了。啊，禅宗讲大彻大悟。啊，教下讲大开圆解。净、啊、中讲你一心不乱。密中讲三密相应。啊，那这个就觉悟的人了、啊。 那觉悟的人怎么样呢？赌仙桃与其章，从一毛孔当中啊，我们看了身体这个这个汗毛啊，那个多细啊，那个毛端呐、啊，那个多微细啊。啊，你没有用放大镜啊，你也看不到啊,啊。但是呢，那么小的一个毛孔当中，你可以看到整个净虚空变化界。 啊，整个一座同时看到顿现。佛讲一微尘一报一毛端正报，啊，微尘是外面的微尘，最小的。啊，一毛端是我们身体上啊，最小的正报身体最小的啊，那个身上你看这个手的汗毛，啊，上面那个尖尖那一端，那多小啊！ 啊，那从这个最小的地方，你就能看到整个宇宙的信息，那这这真的不可思议啦！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文啊，难用旧体婚，非无差别之事，事以理显，自有一计之行。 啊，然用就体分了、啊，体是自信啊，本体啊，本体啊，本体就是自信啊，自己呀、啊、的本性。从相用上来说，当然有差别啊，相是现象了啊,啊，这些相状用都是作用。 那这个从相从用上来讲，那当然有差别了。十法界一正庄严，这是从用上说的，是本体的一分，不能离开体，体是一个作用，就无量无边啊。这是几出啊？我们在经典上常看到的十法界。 啊，十法界啊，最高的佛法界啊，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啊，那个、这个称为啊四圣法界啊。那么四圣法界呢，超越六道了啊，不在六道里面。 那么四圣法界下面就是六道啊，六道最高的是天道法界，再来人道法界、阿修罗法界、畜生道法界、恶鬼道法界、地狱道法界啊。那么合起来叫做十法界。那么十法界呢，一正庄严，一是一报，一报就是凡境 啊，正报就是身体啊，那每一个法界它身体不一样啊，啊，你比如说人的身体跟跟畜生道的身体不一样啊，啊，那医报啊，环境也不同啊，身体不一样啊，那感官的世界啊，医报啊，那也,也不一样。 啊，那这个是从作用上来说的，啊，那每一个法界啊，有、就是、它的一个像啊，一个作用。那不管呢、啊，它这个像千差万别啊，啊，作用很多很多不一样，但是呢，本体都是本体当中的一分，啊，它这个再多不能离开它的本体。 啊，如果没有这个本体，它哪有那个相啊？那个相从哪里来？啊，没有相，它作用从哪里来？啊，所以一般讲体相用。啊，比如说讲我们人的整个身体啊，这全身就是本体嘛。那、啊、但我们身体有个相啊，哎，一个样子啊，那这个就叫相嘛。 啊，那用呢？哦，那用我们整个身体，眼睛能看，耳朵能听，手能做事，脚能走路，啊，鼻子能嗅香，舌能尝味，啊，身能接触，那这个叫做用啊，用就是说它的作用啊，啊，但是呢，你这个相跟用，它都离不开本体了。 啊，我们从这个啊、呃、形容啊，大家去体会啊这个道理啊，所以体是一个啦，体没有分别是一个啊，作用就无量无边，那作用了很多了啊，所以四依理显啊，四是四项了啊，理是性是体啊，这个理叫理体呀啊,啊，它的本体。 啊，这个事里面有理，啊，所以没有那个没有理的事了、啊，啊，任何一桩事情，啊，离不开这个理体，啊，所以事里面有理，理里面有事，啊，一即啊一即就是，那没有分别了，理是不二，性相一炉啊。 那个相从哪里来啊？从那个性出来的嘛。啊，只要放下分别执着，在世上就能见到你啊，见到本体；在相上就能见到性。啊，你要见性从哪里见呢、啊？就在相里面呢、啊。啊，离开相也没有性了、啊，因为那个相就是性。 性体当中现出来的嘛，啊，好像我们看电视，电视整个屏幕它是本体，啊，那个电视那个画面，哦，森罗万象，什么节目都有，那是像啊，那像从哪里来啊？从那个屏幕出现的啊，啊，你说我这个屏幕不要，我要看那个节目，那也没有没有啊。 啊，那我们在看电视啊，现在都看电脑了，啊，那个屏幕啊就是本体，屏幕现出来那些千差万别的万象，那个叫相，啊，那个相从那个体出现的，啊，所以性跟相它是不二的。 啊，所以性相一如啊。那只要放掉放下分别执着，在世上就能见到你了。啊，你就不要去执着那个相，那你就见到性了嘛。我们现在呢，问题就在着相嘛，《金刚经》讲的五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嘛。那你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那性就在哪里？在眼前呐、啊。 啊，中空三十七年呐，中空国师讲啊，昏明在眼前呐、啊，性在哪里？就在面前呐、啊，就在相里面呐、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其有病起要心，妄生自立；病无则药无，岂空前以子提。那么这一段呢、啊？ 啊，这个病无啊，这个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亡啊，好像死亡那个亡啊，那这个古字啊，它是通用啊，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啊，要念无，有无的无啊，不是念亡啊，所以其有病其药性。 啊，病起药兴啊！这个药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药啊？因为人生病，那就需要用药来治疗啊。药是因为人有病，那才有的啊。所以，病起药兴啊，没有病那就没有药啦。没有病那你就不需要。 用药啦，那、啊、用药就是因为有病要去治病，才会用药嘛，才有药嘛。啊，所以病跟药呢、啊，它是相对兴起的。妄生自立啊，妄是妄想分别执着，治是对治妄想分别执着的智慧方法。妄生才有智力，如果没有妄，治也就没有了。 啊，那么前面用这个“病”跟“药”啊，来给我们做一个形容啊因为有病才要有药。那我们现在的迷呢？有妄想啊，啊，妄念生了、啊，那才要以智慧啊，这个智慧呢，是对治妄想、分别、执着的智慧方法。 啊，所以妄生才有智力啊,啊，因为有妄想生起来，才有智慧建立啊！啊，建立这个智慧，就对治那个妄想的。如果没有妄自也就没有了啊！如果没有妄想，那那用那个智慧干什么？啊，就像我这样没有病啊，那你用药干什么？不需要了嘛！ 为什么我们会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我们怎么会有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呢？几十生的，从哪里生的？啊，那这个很多人都是这么想。哎，呀我什么时候开始有妄想执着啊？啊，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呢、啊？那、啊、那从哪里生出来的？啊？有这样的想法就坏了。 啊，他这个想法呢，越想妄想就越多了，啊，没完没了了。啊，妄不是真的，你就不能追究。那你一去追究那个妄从哪里出出生的，从哪里生出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妄念再加妄念。 那你永远找不到答案了，啊！所以你追究什么理由？我起心动念啊，我几时起心动念？啊，那就是妄中再加上忘了，啊,啊，你永远回不了头，啊，知道忘就不要理他，把它放下，那就没事了嘛，你就还原了嘛。 病无则药无啊，病没有了，药也没有了。举空前以主题呀、啊，啊，这是讲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要懂得善巧方便。啊，佛讲经说法，通通是善巧方便。这好像小孩子在哭啦，啊，那你手握着拳头啦。 啊，说不要哭啊！我这个手上有糖果啊，你你不哭，我就糖果给你。那小孩子听到有糖果，他就不哭了。那其实你手上没有东西啊，但是目的达到，了、啊、那他不哭就好了嘛。啊，这是比喻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就像空拳一样。 手握空拳呐、啊，你可不要执着佛法，佛法也是假的啊。那么执着法就变成法执了啊，对法的执着，那不能见性啊。《华严经》不在文字，也不在言说，在什么地方啊，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啊，任何地方啊都在，任何时间都在，遍一切处啊。这个梵语叫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佛啊，就遍一切处了、啊、什么地方都有啊，什么地方通通是华严经啊。啊，你只要把你的起心动念放下，你就看到了，看到真相了。 那现在我们真相在眼前看不到了，看到都是妄想啊啊！为什么我们迷了？为什么迷了？因为妄想、分别、执着啊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我们眼前又看到事实真相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 心通则法通，引虚空而事变，拒绝即悟，何自何通啊？法是心现事变的，心有爱，法就有爱了。心通法当然通达，法通是诸法实相，通达无爱变法界虚空界。 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的现象，理事因果，你全部都明白了，没有一样不通达。心本来没有障碍，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心就不通；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心就通。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就通。 啊，我们有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啊，嗯，本来是通的，都变成不通了。啊，那如果把这个放下了，那、啊、全都通了。啊，引虚空而事变，那、啊、太虚空没有障碍啊。啊，字是障碍。啊，只要你觉悟。 障碍跟通达也都没有了啊、呃，所所谓通跟障那都没有了，都不存在了。百灰习其,其攀岩，四季崛起增减，四季百灰啊，四季是有无，亦有亦无，灰有灰无啊，四季展开就是百灰了啊，这个四季啊。 把它展开来，就是一百句。那么，挥就是错误的了啊！就是说，这个一百句都是错误的了啊！你怎么讲都不对，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啊，这个禅宗常常讲的啊，这个禅师啊，考验这个这个参禅的人。 啊，问他一个问题，然后开口就相反打下去。啊，他动个念头，相反的打下去啊，啊，因为你开口就错了，啊，你起个念头哦，要打什么问题也不对了，啊，所以这个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了。活在经教里面，对初期讲解也用这些话。 你可不能执着，你执着真有这些话错了，这些话是引导你的，无非是让你离开分别执着而已啊！不执着啊，你不执着了，那个时候说有啊，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入不二法门，那才是真正觉悟啊！你怎么说都对了。 啊，你只要离开分别执着，那怎么讲都对；你一有分别执着，那怎么讲都不对。啊，所以法难说，难在哪里呢？佛说空，你执着空；佛说有，你就执着有；啊，佛说非空非有，你就执着一个非空非有，那这个麻烦大了，佛度不了你，那就是执着放不下了。 面对万法不起心不动念，这才能体会诸法实相。所以百会是教我们啊，止息我们攀岩心呐、啊。啊，四句是断绝我们增减的妄念啊，包括有无一意、断常等相对的妄念啊。现在讲相对，那是妄念。真能懂得这个，从哪里下手？ 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将对立的念头给它化解，永远不再跟人对立。本来都没有对立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因为他在迷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我现在觉悟啦，啊，我知道事实真相啊，没有对立啊，我不搞对立，对立一放下。 慈悲心就现前，清净平等也能得到一点。你有对立，你的心是染污的，决定不平等、不清净。所以，我们学随缘，不学攀岩。随缘什么都好，学着转境界，不要被境界转，这是大学问、大功夫。好，今天啊，这节课。 啊，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一段啊，我们哦下次啊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